教育是人类永续进步的动力，品德是传递全人文化的轨迹。位于台湾桃园龟山的长庚大学，前身为台塑集团王永庆先生于1987年创立的长庚医学院，1993年改名为长庚医学暨工程学院，之后为配合国家经济发展需要，增设工程学类及管理学类等系所，以提供完整的教学资源，培育优秀的医学、工程及管理人才。于1997年8月获教育部核准，正式改制为长庚大学。长庚大学自创校以来，一直秉持勤劳朴实的办学理念，致力追求教学与研究上的卓越，和培育术德兼修的专业杰出人才。因此强调，培育具有丰富学术理论及实务技术的专业人才，以提升全民健康水准及促进工业升级。倡导研究风气，培育从事研究人才，以促进国内研究环境早日发展至国际水准。加强人文科学知识的传授及建立责任导师制度，以培养全人气质。提倡各项运动以培养强健体魄，作为本校教育的重点。长庚大学在办学上具有落实实务教学，师资阵容坚强，教学方式革新，灌输学生终身学习理念，全面资讯教育，奖励学术研究，推展专业建教合作，及强调人文与生活教育等特色，并在校务发展上做到校舍规划完善，注重行政管理绩效、财务资金健全及高奖学金政策等，以提供务实及高品质的大学教育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长庚大学不论在教学品质、研究成果及行政绩效等方面均有显著的收获。2006至2015年获教育部补助2期，共10年之迈向顶尖大学研究计划，本校为全国12所入选大学之一。2014年，上海交大世界大学排名，长庚大学已经连续7年入榜前500大。2015年，英国高等教育机构 QS 公司亚洲大学排名，长庚大学名列第78。